收到光子寄的端午节礼物，我惊呆了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雪龙。今天呢，也是收到了光子寄的一个端午节的礼物。盒子的外面呢，有很多的字，右下角还写着一个桂满龙。你们看这个盒子这么大一个，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？下面就让我们见证奇迹，一起把它拆开。首先拿出来我们的开箱神器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OK， 盒子已经被我们成功的打开了。来，一起见证一下这个盒子里面究竟是什么。哇，看起来这个箱子里面还有一个箱子，拿出来之后才发现这竟然是一个空头，这个空头上还有和平精英的 logo， 然后边上也写着四个大字和平精英，还有光子工作室的 logo。 下面呢就是真正打开盖子的时候了。哇，这里面全是绿色的包装，还有这个是啥？我去，这竟然写着真吃鸡神器。当我好奇地打开了这个真吃鸡神器之后，里面竟然是一个叉子、勺子还有筷子，果然是吃鸡神器。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绿色的包装是什么，招牌东坡肉粽。没想到这里面竟然是粽子，除了有肉味的粽子，还有燕麦八宝味的。拆开之后里面果然是一个粽子，还是真空包装的，摸起来非常的硬，看起来还是需要热着吃的。好了，本期的开箱视频就到这里了。雪龙呢，在这里祝所有的粉丝端午节快乐，祝大家端午节都可以吃到粽子。我们下期视频见，拜拜。